日一日我往前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Bro 吉米哥。我刚听完了许光汉的新专辑，我特别想要推荐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就是《一日》给大家。这首歌我刚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那个直接就把我带入歌曲的情境里面。它的编曲里面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像爵士味道的钢琴的伴奏。我必须说陈建奇老师帮许光汉这一首歌制作的非常好，他完全抓住了许光汉声线里面最好听的线条。然后歌词的部分呢，我很喜欢其中有一句歌词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完全讲出了许光汉在镁光灯之外在私底下的心声，那也透露出像我们可能在经历人生的道路上一日一日一步一步经过一些挫折沮丧或者是生气难过的这整个过程。所以这首歌让我非常有感触，而且我刚听到后面差一点都快哭出来了。那想要推荐这首歌一日给大家。光汉，如果你下一部戏他们要缺什么灵眼啊，或者是小小的配角的话，大家都走到下个宇宙，永远看不到尽头。